接下来小姐在徐小姐，请问我可以代替他发言？好，那麦克风。谢谢那个主席、局长、各厅处，我希望你督察局督促你的参加人不要玩手机，里面上面有人在玩手机，这样对我们是不尊重的。第一个，那个，请你不要一直看，好不好？我的意思说，你们要大家开会，你就不要玩手机嘛。那个这边有几个议员到场，我们希望议员。希望也多听听我们地方的声音，他公营住宅的数量太超过。我希望那个徐世新议员、还有陈立威议员、张浩然议员、洪建议员，你们地方性的议员，希望你们要硬起来，不要碰到柯P就软了。哇！另外，那我们给议员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也感谢。那个督察局跟那个局处，就是说福德民宅已经闲置了这么多的时间，啊，今年九月要拆除，我们这一点要以肯定跟谢谢，因为老百姓对于市政府的动作好像牛一样，没想到今年拖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要把它拆除了，哦，这个我们要肯定。另外就是说，捷运拖了那么久。你们一直讲说捷运将来要来的时候有多方便，有多少人？我没想到你们的2800户，10000多人，而且你们的简报说可以容纳地楼板面积8万人，那等于超过福德的人口了。福德才4-5万人，你说那个可以超过600，这个是请你们再说一再强调。有些议员现在陆续来了，所以说2800户不是我们地方上要的。另外，你们捷运局要给我们说明一下，你们一拖再拖，到底阿里山站要不要盖，对不对？你们这边督察局这么认真，捷运局我们不懂，到现在还是又拖了那么久，请捷运局有没有练习来说明一下？所以我希望这个议员来听听地方来发声，哪一天真的诉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集体到市政府去抗议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是编号9号的江逸平小姐，那10号是郑坤德先生，请预备。